哎哎哎！嘴巴打开了，帮我看一下，打开又闭了，已经三次。你想把它翻过来？乌龟，那猫咪都会众神明保佑。好的。团团，麻烦您回来。团团，他突然潜下去之后就没有呼吸了，我能怎么样急救他吗？各位朋友们，现在那个兽医院也没有办法，现在全部都关着的。他打了两针之后，因为他上个礼拜肠胃病，上厕所都是血，没有吃到什么，就都让他吃饲料，兽医没有开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乌龟急救你们有在帮忙处理吗？各位朋友们，有没有24小时的那个非动物，非猫狗动物医院？台北也可以。我们刚刚，因为我们刚刚查完全都没有，我们现在在淡水，直接贴上去嘴巴那个鼻子，不要弄到它。团团，给点力量。团团刚刚打，你有四次啊？团团刚刚吐气三次了。团团，麻烦您回来。团团，还有很多人爱你。团团回来。我舍不得就让他这样去了，因为他刚刚一直在哈气。